是投资人的钱，那确实是投资人的钱。他说法庭的时候，投资人的钱其实就是律师的钱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，你知道吧？你没有搞清楚之前，就是你没有定罪之前，你是不能动人家的资金的。如果是白人的话呢，在白人啊，我看到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案例，就有个人呢是白人，他诈骗了 CIBC 的这个几千万的这个资金。这个诈骗案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，就是他说办了一个学校，就是帮学生贷款，就是其实那个学校呢，就是学生呢没有，都是虚拟虚构的，对吧？贷款也是那个，然后呢，CNBC 呢就不知道怎么样，他就批了几千万给他。那这个人呢，在警察抓了他以后呢，这是个白人啊，他就冻结了资金，但是呢，冻结资金呢，因为没定罪，他生活费、小孩的学费、所有的律师费，怎么都照发，还要保持他原来的生活水平，你知道啊？那